就要救国嘛。救国有分为两种途径，也都算是两种，政策好了。一种是那个政府的，政府他们想要变法维新，然后要跟日本一样实施君主立宪。变法维新具体上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们要改变法律，然后把那个他的政策改变成立宪运动那种，对，就立宪运动。OK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孙中山的革命，你应该知道孙中山是谁吧？大口上面都会有啊。革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讲的是革命。变法维新前面都上过啦，以后再上。那个革命一开始就是光绪20年，孙中山就在那个夏威夷。等一下，光绪20年是西元几年？嗷！在下不会算。什么？光绪20年是西元几年？光绪。哦，我知道，西元。我换算一下，1894年，对，对，就是1894年。要怎么算？要怎么算？我是直接用换的。要怎么算呢？因为其实讲西元我比较好记。那光绪一年是讲西元了。就是西元1894年的时候，因为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事迹，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檀香山。夏威夷在哪？应该都知道吧？夏威夷在美国那边的地理。作为的地理老师，不可以抢聆听。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革命遗珠。在西元1911年的时候，发动了黄花岗之役，就是那个革命。黄花岗之役的内容是什么？这样讲起来，我或许会比较印象一点。好吧，等一下我讲给你听。黄花岗之役。Sorry， 这个还要多少查？我忘记第一个是什么了、然后后面就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吧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你是清朝的吗？Of course。干啦！为什么叫脏？干。好了，干了，完工。干啦！你一定要重整，拜托。我知道。不是啦，是啦齁，天数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怎样啊？当然没有骗你，不嘲笑。好了，你叫我上来吧，你叫啦，都是我叫，你很奇怪、从头到尾是不是？就是那个第一个是顺治。然后再是康熙，我直接打给你好不好 ？OK。是武安顺治。如果自己知道答案就不要问。康熙。真地图。对啊。这样。让我看看。那崇德上面。崇德、是先顺治哦，道光的道打错了吧？是吧？道光的道是道理的道，是道德的道，对，道德的道。但是没有那个吗？什么？崇德皇帝？不是有什么皇帝杨氏下乡说？没有啦。那个没有，不干那个事啊。我问一下，宣统是几岁的时候就当上皇帝啊？宣统。宣统，
那这个算吗？可以。怎么有些在玩战地，在玩 A B A？ 谁？在玩的。方块。方块在玩。嘿 ，A B A。好了，啊，是要提问提交还是那种顺序下来的？看你习惯哪一种教学。真的变我教哦？不会吧？啊？已经到9:30了。好像变我。哎呦，伟杰，你要教啦？你开灯，我帮你。我当辅导老师好了。所以现在。目前你们要休息还是要继续上课？不然换聆听好不好？你们要用接力赛的方式还是要用休息的方式？接力赛是等一下到10:30的时候就无忧无虑的这样玩到11:00。